家好呀，各位评委老师和观众朋友们，我是乡村歌手林妹儿。今天林妹儿想把一首歌曲送给你们，就是这首《听不懂你的心》。那么希望你们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林妹儿，喜欢林妹儿。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。开始你的表演。谁来